台式热炒经常出现的龙珠，现在也成了披萨上的新美味。连锁餐饮业者再推台味热炒系列，这回将酥脆爽口的龙珠和椒盐蒜蓉辣椒爆炒，加上花生和九层塔，铺在松厚的饼皮上，撒上 cheese 烘烤，再搭配上爽口的清凉啤酒，要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经典热炒风味。